前人的车速大概40-50，当时也没有多想，就是想要把这个嫌疑人的车辆拦下，不能让他跑。什么东西？什么东西？说话。什么东西？说话。就是冰毒的冰。啊，冰毒呗。你用多少冰毒？你用多少冰毒？我们当时在现场已经蹲了3个多小时了，就是为了等待这一刻，根本就不会想的会不会受伤。来来来来，有来来了哈。对于我们来讲，日常抓捕行动中出现这种情况，就是再平常不过的一件事儿。这次行动，吉林省白山市禁毒民警抓获贩毒嫌疑人2名，并缴获部分毒品，以此为突破口，顺藤摸瓜，挖出了一个由我国西南边境地区向东北地区运送毒品的贩毒网络，揭开了一场历时数月、跨越大半个中国的全链条禁毒打击行动的序幕。白山市地处吉林省东南部长白山腹地，与朝鲜隔江相望，人口90多万，景色秀美，资源丰富，民族众多，素有长白临海之称，是一座美丽安宁祥和的边境城市。近年来吧，我市的毒品犯罪啊是呈持续下降的态势，吸毒的群体啊也是在逐渐的减少，毒品的市场也是一个萎缩的状态，毒品的来源方式啊呈现一个南毒北运的状态，大部分都是从这个南方内流到白山。我们打击的重点呢还是在毒品运来之后。近年来呢，我们依托的是全国的清源断流这个专项行动，我们也是持续的保持一个严打高压的态势，给整个这个贩毒的团伙一个严重的摧毁和打击。蹲守，现在车辆应该还没有过来。设伏，咱们在检查进行堵截。前方紧追不舍。好嘞好嘞，好，我们跟住。好嘞。后方严阵以待，已经快要到咱们这儿了，大概再有20多分钟。坚强盾牌626国际禁毒日系列节目收网时刻一线正在播出。下午4点多钟，吉林省临江市公安局禁毒大队副大队长郎春山接到任务，要求他带领一名侦查员马上赶到临江市与长白县交界的7道沟公路沿线进行蹲守，等待一辆返程的运毒车辆。现在确定嫌疑人那边已经进行完交易了是吧？对，已经确定了，而且他已经开车往这个方向来了。那他什么时候能进咱们临江这个境内，这个时间咱现在掌握吗？这个时间现在具体的时间不掌握，但是大概的时间是在2.5小时到3个小时这个时间段会路过我们准备要前去摸排蹲守的这个地方。车牌号现在已经过来了，咱们已经掌握了，咱们就盯住车牌号就行，车辆车型，他们中途有可能会换车，而且他们的毒品现在是不是随着他们车辆一起走，现在还不是那么确定，也有可能后面还跟着其他车辆一起往这儿来。嫌疑人身上没有武器，现在不确定。现在掌握的情况是没有携带武器，他们是现金交易的，所以警觉性还是比较高的，反侦查意识比较强。40多分钟后，两人来到7道沟附近一处开设在路边的农家度假村，前方公路有个转弯，便于隐蔽观察，他们决定在这里蹲守下来。我们现在已经到这儿了，对，按照预定的时间，现在车辆应该还没有过来。对，我们在这个度假村这个道口这块车辆不显眼，咱们自己的车辆没有问题。对，行，那好，好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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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领导，好，来。
咱们上这儿坐会儿吧，他不一定啥时候能过来。两人在路边的一张餐桌旁坐了下来，装作休息的样子，眼睛却紧紧地盯着来车的方向，静静地等待着嫌疑人车辆的出现。从长白到咱们七道沟进入到临江，然后从临江到六道沟，咱们在七道沟这个地方设一个留两个人的观察，只要车辆进入临江以后，然后咱们就进行跟随，如果他继续往华山走，咱们再检查进行堵截。一个半小时前，白山市禁毒支队和临江市禁毒大队民警接到情报，他们近段时间一直在跟踪布控的两名涉毒嫌疑人，于前一天前往长白县购买毒品，目前已经确认完成了交易，正在携带毒品返回白山途中，警方决定在一处合适的地点寻找时机，对他们进行截停，实施抓捕。因为咱们这个临江这个道路相对比较繁琐，道路口比较多，从长白到临江的方向，有很多道路可以到临江市内。他从长白出发以后，这个沿途路上会有很多变故，会这个对这个到达临江这个时间会产生很大影响，所以说咱们暂时现在就是在只要进入到临江辖区，都在咱们的控制之下。由于无法确定嫌疑人车辆进入临江的时间和路线，指挥部在多处路口都布置了警力进行蹲守，一旦发现嫌疑人车辆立即报告，而郎春山一组所在的位置便是嫌疑人最有可能经过的地方。一个半小时过去了，时间已经接近晚上6:30，公路上依旧不见嫌疑人车辆的影子。随着预计车辆抵达时间的逐渐临近，郎春山两人的目光也变得愈发专注，不放过任何一辆经过的车辆。像我们这样十分失手，具体多长时间不确定，也有可能是，半个小时、一个小时，也有可能是好几个小时。只要他这个车辆没从这儿路过，我们就一直需要在这里蹲守，一直到这个车辆出现。终于十几分钟后，一辆黑色轿车风驰电掣般从两名侦查员面前疾驰而过，整个过程不超过5秒钟，但对于两名严阵以待的侦查员来说，5秒钟的时间已经足够。哎，指挥部，对，我们现在这个点位，这个车辆已经过去了。黑色车辆，车牌号是 GC。对，车速还行，正常行驶，不是很快。车里面人员情况现在只能看到，开车人员和副驾驶还有一个人，后面的座看不清楚。对，现在已经往市区方向去了。好嘞，我们跟住，前方目标终于出现，后方各路人马立刻行动起来，赶往预定的设伏地点，同时尾随跟踪的侦查员也不断地向指挥部报告着嫌疑人的方位，紧紧锁定嫌疑人。现在最担心就是什么，因为他这个行驶这段路吧，像咱们这方向来说路口较多，如果这个他临时变更路线或更改方向，咱们就得随时更改这个抓捕方案。20分钟后，抓捕组民警赶到设伏地点，此时天色已经暗了下来，指挥员们紧张地观察着地形，研究着截停方案。你在这儿干啥做？炸过来你成了？炸你完事？炸过来？撞吗？撞墙？撞这个？你随便撞吧，一人下来了就行了。下来也行。行，行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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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完了，在那边呢，再埋伏车，防止他看你直接往里挖。不，在那个把后面的埋伏车。啊，我跟住他，搁后面别住他。那个果毅他们来了吗？啊，那行了，那不用等他们了。好嘞。与此同时，跟踪组侦查员也不断地将车辆行进方位报告给指挥部。随着双方距离的不断拉近，一场伏击战即将打响。
在抓捕嫌疑人的过程中呢，咱们首先第一点就要保证咱们大伙自身的安全，啊，咱们每个组的，咱们这帮兄弟，然后就是互相照应一下，都保证一下大伙的安全。然后就是，如果说车内发现了这个毒品，咱们不要去上手摸，去拿，啊，一定要说咱们技术专业人员来了以后，让他们来提取，好吧？好，啊。时近晚上8点，抓捕工作一切准备就绪，侦查员们各就各位，严阵以待，静静地等候着嫌疑人自投罗网。已经快要到咱们这儿了，大概再有20多分钟。基本上就是说是，随时等信儿，然后那个嫌疑到位时候，在唯一的这条道上说，我们进行堵截抓捕。三沟，快撤出来啊！快出来啊！出车！说开！134.4，大声！134。这次行动，白山市警方共抓获贩毒嫌疑人2名，缴获冰毒134余克，而这次惊心动魄的抓捕行动，这是白山市警方侦破一起重大贩毒案件的其中关键一环。全面清查，条分缕析，千里转战，力求全胜。坚强盾牌626国际禁毒日系列节目收网时刻，一线正在播出。为持续净化社会环境，增强群众安全感和满意度，2023年以来，白山市警方常态化开展专项清查整治行动，对歌厅、酒吧、夜总会、洗浴中心等重点休闲娱乐场所，以及交通枢纽、道路卡口等重点部位进行集中清查，有力地震慑了各类违法犯罪，净化了社会环境。对于所有场所啊的从业人员啊重点检查，对于他们是否开展了禁毒教育进行检查，对于去娱乐消费的群众，咱们会从监控啊或者是在观察窗看里边是否有反常行为啊，是否有吸毒工具，他们的言谈举止是否是不合常规，把这些人员进行毛发呀还有尿液的检查。你要看啊，看清楚啊，2条杠证明你们没有问题啊。你要1条杠，哪个地方出现1条杠的，那算就不好意思，说明你身体里还有这种成分，那就给我们抓走呗。对，那要依法传唤你回公安机关进行调查了。现在坦白从宽吧，想少拘你们2天。我都是俩呀，警察叔叔他们放我们走了，我害怕。说明啊，2道杠是新鲜。吸毒人员他们这个毒品在身体内呢，会停留一段时间。我们经过这个科学的检验鉴定，还有这个试纸试板，啊，这个初检，就会发现他们。发现他们之后，从他们打开突破口，继续向上深挖毒源。也就是在这些专项清查行动中，白山市禁毒民警发现了一些有价值的涉毒案件线索。当时我们查获这个吸毒人之后吧，缴获了少量的麻古片。麻古这种毒品吧，在我市吧比较少见啊，因为基本是来源于云南，所以说。我们就判断啊，这批毒品，不是来自于东北。办案民警立即将这一情况向上级做了汇报，局领导高度重视，随即成立专案组对案件展开侦查。很快，多名嫌疑人便进入了警方的视线。初查的时候就发现这个他们非常活跃，而且他们每一个人他都有自己的一个下线。都有自己的一个经营模式和联系方式，确实是在贩卖毒品。
我们就在这个楼下，还没看到他过来。啊，我知道那车牌号。嗯。行，我们就在这个嫌疑人楼下这块，就在这个路口这儿。黑色奔驰刚才我们看到了，在楼下刚才走了。刚才他又停在这个楼下，然后停了没多一会儿，那个车就走了。是不是一个越野？啊，那个车已经走了。然后我们现在在这看那个白车呢。行，然后我们现在盯的那个白车，正好我们这个位置能看到。行哥，哎。经过一段时间的缜密侦查，白山市警方逐渐摸清了这个贩毒团伙的组织架构。这是一个以李某、张某、王某三人为主，在白山市进行毒品贩卖的贩毒网络。其中，李某、张某还分别有自己的上线毒品来源和下线销售渠道，王某则负责带着自己的马仔李某对毒品进行分销。他们这个三人团伙吧，其实是互相之间也不是完全信任，包括他们接获毒品以后也会有一些私自截流这个情况发生，他们之间或者这个上线也在存在一些价格问题啊，和一些获利的问题啊，也有一些争端。他们三人的大部分下线呢都是在咱们本市本辖区，还有一个下线呢是在长春。所有的贩毒人员，就是够刑事打出的人员，基本上也已经对摸清身份落地，然后对于他们的这个落脚点、车辆、人际关系、手机号基本掌握，什么职业，然后住宅的落脚点和职业的落脚点都已经锁定。就在吉林、云南两地办案民警紧锣密鼓地展开侦查、深挖扩线，锁定了一个又一个隐藏的涉毒嫌疑人之时，一个突发的意外情况一下子打乱了警方的侦查节奏。咱们这个民警得知啊，就是一条重要消息，这批货是上线贩毒人男啊，是最后一批货，因为他有联系其他身边的人要做从事别的生意，所以说我们经过指挥部啊研判同意啊，决定收网。侦办毒品案件重在人赃并获，如果这一次抓捕行动未能成功，让嫌疑人得以逃脱，那么以后的打击将会更为困难，而禁毒民警们连续几个月的工作成果也将付诸东流，必须当机立断，一击必中。办案民警们立即行动了起来，在得知李张二人已经驾车前往长白县，与该名上线进行最后一次毒品交易后，决定马上采取抓捕行动，一边派出抓捕组赶赴与长白县毗邻的临江市，与当地警方联合行动设伏围捕，一边把目标放在了仍旧留在白山的王某和他的马仔李某身上，收网行动一触即发。跟踪布控果断出击，清源断流全链条打击，坚强盾牌626国际禁毒日系列节目收网时刻一线正在播出。由于李某和张某去长白县进货，留在白山的王某急于将手头的毒品卖出变现，他派自己的马仔李某以骑手的身份为掩护，穿梭于白山市的大街小巷，频频与下线联系，希望将剩余的毒品尽快脱手。这既给办案民警提供了机会，也给他们的跟踪工作造成了诸多不便。咱俩交替一个，你先上前一个。他作为这个骑手骑这个摩托这个交通工具，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他是走小道啊，楼之间啊，小区域，这个我们是跟不上的啊。而且最开始跟控的时候，他也有警觉，他也发现我们车辆总有几台车辆在身边啊。后来我们决定临时征用一台出租车啊，对这个进行跟控。他一下车，东西必定在身上，不在身上在哪？对呀，他在身上不就好说了吗？对呀，就等他下。
跑腿啊，一定把事情办完以后，一定要去复命啊，一定要跟他说啊，这个东西已经完毕啊，或者是把他的渠道的钱一定要给他，他俩见面说明就是完事儿。蹲守仍在继续，下午3:30钟左右，长白县方面传来消息，两名嫌疑人已经完成交易，正在驾车返回白山途中。沿途警方已经部署警力伺机抓捕，在白山的王某一旦与两人联系不上，难免打草惊蛇，必须尽快实施抓捕。对对，不一定是谁先谁后，要跟住就行啊，通知你动你就干就完了啊。好嘞，来，他一会儿能上白车这块呗，哥？一定的，他得去交易。照片你有吧？照片我有。好。下午5:00，机会终于来了。哎，看见摩托了吗？可能是王某得知李某、张某二人在长白县已顺利完成毒品交易，松了一口气，想喝点小酒，吃点烧烤，放松一下，便约了李某来到住处附近的一处烧烤店。这个情况马上被一直跟踪布控的侦查员捕捉到了，战机稍纵即逝。新增细菌排骨串。行，来，我们民警吧也跟了一天了，因为情况并不明朗啊，也觉得到底是能不能见面啊，或者是到底完不完成啊这个交易啊。当他俩见面的时候，民警说真是果然没白费这个功夫吧啊，当时所有的跟风组开始往中心集中，入社会造成危害，而且对于这个突破嫌疑人这个心理防线也很重要啊。有很多嫌疑人他觉得没有收到这个抓到把柄，没有这个毒品啊，他是心里是有侥幸心理的，只能觉得能逃避打击啊。所以说我们也是一边开始审讯啊，也一边的这个寻找这个。没有收到任何的违禁品呐、或者相关的一些佐证，而且根据这个王某这个搜查他家这个表情啊和问话呀，心理状态呀，我们也能感觉到，这是很有底气，可能就是跟控啊，所有的这个公众是否有什么漏洞啊，同时呢，开展所有的突侦手段吧啊，调取监控啊，不留死角啊，所有人把各种情况。汇报过来，重新复盘啊，看这个毒品到底是流入到哪里去。一番梳理下来，办案民警确信侦查工作没有疏漏，毒品一定还在嫌疑人手中，只是警方暂时还没有找到。而且通过与嫌疑人的进一步接触，办案民警更加确信了这一点。对嫌疑人抓捕之后啊，我们会对这个嫌疑人有个基本的心理状态的一个评估，是他干的和不是他干的，这个心理状态和表现和肢体语言都能反映出来。我们判断就是一定是最起码这个毒品一定过过他手，这个是坚定信心的，绝不会是姐啊。任务也特别重，紧在哪，咱们不知道这边什么时候收网，他们在找一个好的时机，一切以这个白山市辖区的为主，啊，他们收完网之后了，然后我们才收网。是这两辆车。赴云南抓捕组在当地警方的配合下，
将巡线追踪掌握的五名上线嫌疑人全部抓获。至此，这个自云南边境向吉林白山市贩卖毒品的多层级贩毒网络被白山市禁毒民警全部打掉。这次行动，白山市警方共抓获犯罪嫌疑人14人，收缴毒品冰毒片剂2100片，扣押车辆2台，整个抓捕行动取得圆满成功。好，这边已经进入了啊，准备行动，听我指令，开始行动。这是辽宁省鞍山市公安局禁毒支队组织的一次抓捕任务。贾旭生突然接到母亲的电话，称有朋友来到家里送礼。我就从事这个毒品打击这些年呢，因为毒品特殊性，所以我几乎没有社会朋友。突然间给老娘打电话说有朋友给你送茶，我就特别警觉。贾旭生马上赶回了家，当打开茶叶的包装后，发现里面藏有20万元的现金。啊，那上有个纸条，东哥，我想认识一下你啊，就还这个事儿，给你拿点茶叶，不值几个钱儿。东哥，久仰大名，我姓盛，出于敬佩，送你两颗茶叶，这就是茶叶，并不违反纪律，别多想。愿意搭理的话，弟弟请哥哥吃个饭，不想结交也没事儿，这茶叶也给你了，也不值啥钱，过几天开机。能找到我老妈，我80岁的那个老太太，能找，那么他指定是对我上面还有这个铁丝网，而且他这个门都是遥控钥匙操控的这个电动门，啊，门和地面是没有任何缝隙的，什么都看不见里面。我们在村里，我们不敢停留，车是不敢在村里停，只是开车进去就出来，就是多转2圈，我们都感觉不怎么稳妥。因为他在暗处，我们在明处，反复那么近，也不知道也怕哪个环节被他发现了。因为他就这村子长大的，对这个外来的车辆就村子里嘛特别排斥。然而经过缜密侦查，民警并没有发现盛某瑞近期在村子里活动的迹象，难道情报有误？我们通过技术手段啊，掌握了他大概活动的一个方位、区域也好，下半夜他就出现在这个位置，但是我们去找就是找不到，车辆也找不到，人员也找不到。这会儿我们这个想法不行，用无人机飞一下看一看。专案组调来了无人机，通过高空侦察的方式寻找盛某瑞的藏身位置。那从北向南呗，开始这无人机开始飞。然后我们才锁定那个盛瑞其中这一个藏匿的地点，就旁边全是苞米地，发现那个盛瑞车辆了和他马仔的车辆。令人惊讶的是，盛某瑞竟然在村附近的庄稼地里生活。我们也不太相信，那大地不具备这个居住条件，包括生活条件，但实际上他确实就是在这里面，包括他吃饭都在车里面进行，睡觉就睡在车里面。啊，秋收之后，这些玉米啊割完之后，它就藏在山上，山上有一片墓地，晚上在墓地。
们发现了，他说他驾驶的这个卫士车驶入地库的记录，通过这个车辆那个停车位的信息以及停车位关联这个房主的信息，丁兵几乎是每个月去一趟云南，很有规律的，就是因为我们这些年搞这个毒品案件，打毒的经验，我们他凭这个是判断丁兵是运毒的。因为这次我们不想打，主要还是看着这个规律，因为我们都不掌握。我们在这个沿途布置警力，然后他下高速，我们做一个外线跟踪，发现他到那个盛世瑞家附近，后面那个奶头山那个附近，对应之后尾随，然后进到那个山里了。很快，丁某明和盛某瑞汇合在一起，在山的两侧啊，疑似这个盛世瑞的马仔吧，为其这个放哨。我们判断丁洪明从云南返回，应该是给盛世瑞带回了毒品。他会安排多名马仔，啊，提前2到3个小时在活动区域所有能够藏匿人、藏匿车的地方，他全进行这个实地去，他要安排马仔要走要看。随后，二人驾驶车辆驶向深山之中，周围没有任何监控视频。如果民警继续抵近侦查，很容易被放哨的马仔发现。警方经过研判，认为盛某瑞接下来会快速出货，于是在大山周边布置了大量警力，秘密蹲守。然而一个多月过去，盛某瑞毫无动静，负责蹲守的民警也隐隐感觉到了异样。啊，我们什么时候出去啊？总感觉是有一个无形的影子在跟着我们。盛世瑞应该是安排拍照，啊，判断他平时在他附近出现的可疑车辆是否是公安机关的车辆，尤其是我们禁毒部门的车辆。民警的感觉没错，他们确实已经被盛某瑞盯上了。原来就在民警此前入村调查摸底的时候，惊动了在村里潜伏的马仔。得知消息的盛某瑞派出了自己的得力干将宋强和潘婷，对警方展开了反侦查。凯哥，你去那个禁毒支队啊，你把那个手机打开，把这些牌照都给我拍一下。完，我说行，你交给我吧。干事啊，让我帮忙好等着，说那个说出来个车，你帮我看看有没有什么牌照，那看车牌号有没有跟人，就是这种车牌号熟不熟，熟不熟悉。就是你上我看看有没有开的瑞。他就总想让我找着一台车，嗯，啊，说如果这车在的话，就告诉我。这一段监控录像记录了两人进入禁毒支队院子的过程。完，我开车就进去了。我说没有事儿，我说开车就进来了。他说你给我拍。完，我说我说拍，这人太多了。我说等会儿吧，晚上我给你复命。我就回趟晚上买个手机支架去。买手机支架，我又回去了，又回去我就看，直接看进去了。手机支架刚支上，就搁外边我就支上了，然后我就点录像了。拍二路了，我也没害怕。我当时我也回来，反正车在我手里，谁要上来逼我，我就撞了。不过侦查经验丰富的民警很快从一些细节上意识到工作车辆可能被反盯控，于是他们把经常停靠车辆的支队大院作为目标展开调查，很快在监控中发现了蛛丝马迹。这个消息我听说以后，我就感觉到每天的这种行动都外界都在跟踪着我们，或者在掌握着我们，所以这个的确是一个涉及到一个信明枪与案件针锋相对，侦查与反侦查暗中较量。坚强盾牌626国际禁毒日系列节目暗战一线正在播出。万事俱备，只欠东风。现在唯一难以确定的就是盛某瑞会在什么时候开始出货，而这也是警方的最佳抓捕时机。而且更多的外围秘密调查显示，盛某瑞的贩毒网络覆盖周边数个市县，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大毒枭。民警决定要毕其功于一役，将这个贩毒网络连根拔起。就在警方静静等待的时候，藏匿于庄稼地中的盛某瑞此刻心急如焚。他知道
虽然掌握了警方的行踪，可毒品在自己手中停留的越久，危险就越大。经过深思熟虑，盛某瑞决定再给接下来的行动加一道保险。他再次找到了心腹马仔宋强，给了对方两盒茶叶，让他送到鞍山市公安局禁毒支队副支队长贾旭生的家里。他说那个你帮我给这个茶叶给那个我告你个电话，能找到我老马，我80岁的那个老太太都能找，那么他指定是对我进行假扮了。我们的民警啊，在这方面哈、啊、有绝对的那个政治觉悟，第一时间和我们各级组织汇报，是属于明着来，对吧？明着来，明着想拉拢你，啊，看看这个20万也好，这个或者是更多的下一步更多的这种利益能不能带动你。盛某瑞这一看似高明的举动，让专案组有了一个判断。他在近期就会出货，于是抓捕计划迅速展开。另一边，盛某瑞在见到宋强后，详细询问了见面送钱的每一个细节，他终于放下心来。在他看来，不管贾学生是不是真心想和他做朋友，他只要收了钱，自己手里就有了他最大的把柄。他就是一个典型的自作聪明，就像说螳螂捕蝉，黄雀在后是一样的啊。他觉得他在监视着或者是跟踪着我们的信息，但实质上我们在最大的外围圈早就围着他着在转。当时我就合计，怎么合计？我二哥你真有面，一提你名给我放了，我这么合计，他们看着条了，我这么合计的。于是盛某瑞连夜联系买家，布置出货事宜，而警方的大网也逐步展开。嫌疑人自始至终没有离开过庄稼地，意味着接下来的毒品交易必然是下线来找他。于是民警对近期所有到访过这片区域的可疑人员进行了梳理。我们设了多个的那个观察哨，就是能进到这个区域里的我们进行研判，有涉毒前科的，有贩毒前科的人员啊，都纳入重点，然后通过他们的化单分析，就是能做一些这个。你不了解这里的情况，你找根本都找不到，啊，根本找不到。你想要打到他的毒品，那是难上又难。你核心的东西你都不掌握，你的大地你进不去，你进去里面知道了，毒品一扔，你根本就找不到，抓不到人，很有可能就是抓到人抓不到毒品。此外，民警也了解到，毒品的埋藏位置只有盛某瑞一人知晓。除了交易的买家，他不会对其他人透露。于是，专案组民警继续进行空中侦查，等待合适的时机。盛某瑞十分狡猾，即便他内心笃定，收了钱的民警会对他网开一面，为了确保毒品交易顺利进行，这期间，盛某瑞还是安排了数名马仔不间断地在这片区域巡视。他说你没有事儿的时候，你就在这来不转，随时待命。马仔在四处这个巡道啊，监视我们，一旦有可疑情况，及时向这个盛世瑞报告。还有他本人盛世瑞车内啊，制备了望远镜，还有夜视仪啊，白天晚上对外进行这个观测，一旦发现可疑情况，
他待的地方都是四通发达的这个路岔口，很有可能第一时间就跑掉了。然后有一次就是我们在停车的时候，就是这个嫌疑人这个马仔，可能是因为我们的车辆可疑就下车走了一圈。他这个情况应该是每一次他发现可疑的时候，他都会跟他的老大汇报。他时刻他在这个道上，他们是24小时属于倒班制，时刻不离开这个区域。比如说今天我到半夜了，我下班困了，可能是第二个人又补上了。这个道上是从来不断人的。沿途的车辆，他登记，然后排查，有陌生车辆进来之后，他都作为重点的去关注。你看我那回上外线，就是我们车上外线，搁那一走一过，他安排马仔就跟我这车了，就跟了。咱就车连上就撤足了，就是在道上行，他过来他就安排车过来就跟着。这件事让盛某瑞察觉到了异常，他似乎嗅到了危险气息，突然停止了毒品交易活动。特别震惊，我心里第一感受，这完了，我们前段工作这是报销了，这我们报了这活儿，我们坐下来一起研究。这到底是哪个环节出现问题了？是我们某个细节暴露了，造成他的警觉。我们也在反思，也在回想之前的某个细节是不是出问题了。对，当时我们给我们的压力也挺大呀。当时你这案件侦办到这程度，你到底还有是往下走啊？走还走不下去啊？他就停了，是这么情况。啊，而且就是领导还关注，经常问这起案件的进展情况，所以我们当时压力特别大，特别特别大。蓄势待发，雷霆出击，全面条打击毒品犯罪，坚强盾牌626国际禁毒日系列节目《暗战一线》正在播出。在盛某瑞停止活动的这段时间里，专案组民警并未放弃对他的侦查活动。在这个期间，就是一直也对他进行这个工作，就是他一举一动，我们都在关注，在留意，对他。啊，第二层级、第三层级的贩毒人员，啊，进行了大量的基础工作。我们定点、定位、啊，定人、定证，开展这些工作，也为后续收网做了更充分的准备。给了我们很多充足的时间，做一些就是基础的，为后续的抓捕啊，包括有一些呢，做了很多这个大量的工作，也做的就是更充分。两个月过去了，盛某瑞看到一切平静，终于按捺不住了。临近到春节这个期间，正是就是大家就过节，这个氛围也比较浓厚。春节这期间是不是有可能有动作？告诉大家放弃这个节假日的休息，那么针对盛某瑞要加紧这个侦查工作。果不其然，在大年初二的时候，这丁红明从辽阳驾车来到了鞍山。与盛瑞秘密地进行见面，我们就怀疑他应该是很快要有动作，要安排丁红明，因为丁红明是辽阳人，他就回避这种关系，没有事儿轻易不会联系的，只要联系了，肯定是要有事干。一切都在警方的判断下进行。丁某明在和盛某瑞见面后，匆匆驾车上了高速，而专案组成员一直在同步制定抓捕计划。能一致达成的共识，就是要先把毒品要打到，先要把证据拿到手。那么这个时间就关键的这个节点，就是在丁红明上货回来的这个路上，我们把他打掉。按照指挥部统一部署，负责抓捕丁某明的行动小组迅速出动，与嫌疑人几乎同一时间上了高速。不过，为了确保抓捕行动万无一失，警方及时变换了追踪模式。先他一步出发，到他前面去等他，我们侦查员就是带他去的时候和回来的时候，我们那个支队的侦查员呢，都是一直在他的前一站。在另一边，针对主要嫌疑人盛某瑞的抓捕部署也在有条不紊的进行中。对盛某的这个抓捕，我们一定要在保证民警安全、保证群众安全的情况下。坚决不能存在着让他出现开车冲撞起来，一定要让他人车分离，这样的话我们才能够安全地把这个盛某抓到。经过多方面的考虑，指挥部认为，如果抓捕地点定在盛某瑞藏匿的庄稼地，抓捕难度极大，
因此指挥部决定将抓捕地点定在盛某瑞常去的孙月家或者他位于农村的住所，并请特警协助完成抓捕任务。我们市局的特警突击队担任主要这个抓捕任务，围绕这个实际这个情况，我们针对了这个特点啊，特警进行了多次的模拟训练。根据现场情况回去之后呢，挑选精兵强将进行那个具体人员分工，分工细致到谁抓捕，谁负责控制哪个手，谁负责控制他的脚，哎，出现突发情况之后呢，谁负责去进行现场突发情况应对和处置。毒贩呢穷凶极恶，所以他什么事都可以做得出来，他也知道他自己可能九死一生，根本就是活的希望很渺茫，所以他会不择手段穷凶极恶的去跟你对抗。这时奔赴云南的抓捕组传来消息，丁某明已成功到案。我给你搁那喊的，你说啥东西？鞍山缉毒支队的，我给你搁那喊的，说，让你说，说，你说话丁明，让现在在哪？在哪儿？在哪儿？说，什么的具体人？你说，说，告诉你鞍山缉毒支队的，我给你搁那喊的，脖子上，那什么，好好说，凳子呢？坐底下啊，什么东西？属于瓮中捉鳖，是这么个情况。警戒组准备好没有？好，这边已经进入了啊，准备行动，听我指令。开始行动。警方的突然出现完全出乎盛某瑞的意料，在他看来，这次贩毒应该会和过去一样万无一失。那这次怎么还疏忽了呢？哎呀，没成想呗，心远。这个丁红明，我想到这点了，我不打算用他运货了。但是他也没有钱，也是都花了。
我原打算是计划是换整个换批人，因为我知道这个跟踪我那警察肯定跟踪我了，心软了，这换人也许还能蹦到二年，但终归是难熬。郑某瑞最后还是为他的傲慢付出了代价。没事，你不用，你这脖子无所谓，你不用给我打马赛克，不用，你就上电视也好，上哪都无所谓。我不要马赛克，人有啥见不着人呢？这犯法了，这大哥你国家该怎么处理怎么处理呗。我不要马赛克，但我知道肯定是对社会危害挺大，我在这里可能。就是怎么说呢，希望就是所有的贩毒人员都停止吧，肯定会终有一天会抓住的。嫌疑人盛某瑞、丁某明到案后，专案组按的抓捕预案调集警力，分成10个抓捕小组，组织150余名警力，对该贩毒团伙骨干成员及盛某瑞上线、下线进行统一收网。我们这次抓获了上下线一共17名，然后又有抓获了查缉人员28名，啊，一共抓了45人，一共缴获了16.5公斤的冰毒和海洛因。啊，应该说这是近10年以来吧，我是缴获毒品量最大的，一起案。当白色轿车进入检查站后，民警立即示意其停车接受检查。该车似乎也很配合地开始减缓车速，然而接下来发生的一幕让人始料未及。刘站长，是不是拦下来？拦下来。停车，收。当时我就在车边，但是停了2秒以后突然一脚油门加速就往前冲，就我们还没来得及检查盘问，他就往前冲了。毒品犯罪他都是重罪，所以他们就是出于内心的害怕，抓捕的过程当中他可能就会冲卡然后拒捕，武装贩毒的情况也时有发生。由于车速过快，现场的民警来不及做出反应，嫌疑车辆冲出检查站后一路沿着允大公路消失在夜色中。闯过检查站后，两名嫌疑人在几公里外弃车逃窜，而他们这一连串疯狂的举动其实都与一名外号叫李三的男人有关。2021年9月13日，昆明铁路公安局禁毒支队收到线索，一名外号叫李三的男子准备建立一条由境外延伸至国内的贩毒网络。以前没有听说过李三这个人，就是不是他的真实姓名，只知道外号叫李三，然后当时对他的了解常年在边境出现，他属于组织策划者了，然后毒品的价格质量这些都是他在操控着。除此之外，警方对李三的具体身份信息没有任何线索，并且在李三活动的区域范围内，此人就好像隐身一般踪迹不见。他的反侦查意识很强，他基本上不住宿，包括租的房子也不用他的身份信息去登记，电话号码也是用其他人登记的。如果跟别人线下交易的情况下，他不会轻易出面，他只会在后台幕后指挥。但是警方通过调查发现，
李三与多名涉毒人员接触的过程中都使用了一个相同的手机号码。虽然号码的注册信息并非李三本人，但却成为揭开李三身份信息的重要线索。2021年10月初，民警发现李三突然与一名叫陈某的外地男子联系密切，不久陈某就驾车从广西来到云南。陈某的到来很快就引起了警方的注意。结合着我们前期的一些侦查经验来看，就是从来不联系的两个人突然联系了，这种情况一般就是两个人已经就是对毒品的数量啊、价格啊这些基本上已经谈好了，就是过来准备接毒品的了。2021年10月10日，陈某首先从广西到达云南省文山市，随后于10月12日到达景洪市，并入住了一家当地酒店，期间既没有与人见面的举动，也不像其他游客一样四处游玩。因为毒品它需要从境外运到境内，包括境外也有很多卡点，境内也有很多卡点，比如说是10天左右就运得到，但是它会运出一个月两个月都运不到，因为路上可能有什么特殊情况，但是有的时候它就会很顺，本来计划10天7天左右它就运到了。陈某的反常举动似乎更像是在等待时机，或者是在等待某个人的出现。于是警方围绕陈某所入住的酒店展开调查，结果发现了一条可疑的信息。然后我们对同时段同时间入住这个酒店的人员进行筛查的过程当中，发现另外一个叫郑某的人，然后跟他基本上是同一时间入住这个酒店的，而且也是一个广西人，所以当时我们就推测郑某应该跟陈某是一起的。郑某和陈某不仅同样来自广西，并且他们进入云南的路线和日期也几乎相同，但不同的是郑某并不是一个人来到云南。警方通过监控发现，就在郑某办理入住手续时，他的身边还有一个女人同行。然后我们排查了一下，那个女的也不是他媳妇，当时我们推测应该就是他女朋友之类的带着过来掩人耳目吧，装作旅游的。警方对陈某和郑某入住的酒店进行蹲守，希望能发现他们相互联系的证据。然而经过3天的观察，两人之间没有出现任何交集。因为当时只是可疑，就是感觉是一起的，但是他们没有接触，仅仅只是入住同一个酒店，然后入住时间差不多，所以当时也确定不了是不是一起的。陈某和郑某的表现让警方对之前的判断产生了疑问，但是当郑某入住酒店后的第4天，却突然敲开了陈某的房门，发现郑某去陈某的房间里面，然后去个半个小时一个小时左右又回他的房间，觉得他们就是应该是反侦查意识很强，就是当时就确定他们是一起的了，应该就是一起过来做事情的。在接下来的几天时间里，陈某和郑某不仅经常在房间内密谈，也会一起外出活动，不过每一次都只是在酒店附近闲逛。直到10月21日上午10点，陈某突然独自驾车离开酒店。货在谁的手上，谁的风险就大，所以货到了以后，就是上家他肯定催着下家赶快来接货，所以都是很急很突然的事。他出门的时候我们就跟着他，然后跟着他发现他就是往嘎洒方向云大公路方向行驶。这是在拍照，好像是在拍照。他这么踩点嘛，你看吧，东张西望的，就是他在云大公路上走一段又下来拍拍照，然后观察一下附近，走一段又下来拍拍照观察一下附近，就是很明显的就是在进行探路吧。
因为引大公路它就是一条公路，它不是没有景点上面，所以就一看就不像是旅游的。就在陈某驾车前往允大公路的同时，郑某和女朋友也离开酒店，前往农贸市场购买当地的土特产。因为小玉米啊、茶叶啊这些，还买了一些零食，一看就是准备离开的样子，所以当时我们就推测，估计可能他们当晚就要接毒品，然后接了之后紧接着就要离开景豪。此时在允大公路上，陈某在十几公里的道路上断断续续停留了近三个小时，直到下午才返回酒店。因为按照我们前期的侦查经验来看，就是李三他组织马仔运货的过程当中，很多时候交易地点都是选在允大公路十三公里处，所以当时他去这个地方，我们推测他应该就是去为接货做准备。由于白天允大公路上车流量较大，因此警方判断陈某与李三很有可能在夜间进行毒品交易。就在警方布置抓捕计划的同时，却突然收到了一条关于李三的毒品交易线索。获取的内容就是21号晚上或者22号凌晨，然后李三要组织人员在允大公路13公里处交接33包毒品，但是当时具体的下家是谁，谁来接，谁送货，我们当时还不明确。结合着陈某白天的行为，所以我们当时推测，估计就这批货就是他们去接。2021年10月21日晚上9点，正如警方之前的判断，陈某再次驾车前往允大公路。我们是派了两个组，然后另外一个组，就是如果发现陈某返回景洪城里面，就对他们的车辆进行查验。然后我们侦查员就对他的车辆进行跟踪，然后就发现他到了允大公路13公里附近就停着了。当时为了防止暴露，所以我们只能继续往前行驶。就在警方超车后不久，陈某的轿车稍作停留后，突然掉头向景洪方向返回。掉头是我的第一反应，他肯定接到毒品了，然后拉着毒品准备往酒店方向驶去，肯定是接到货了，所以应该是稳了。当时我们还是想着看到底是谁送的货，怎么交易的，但是由于当时的情况比较特殊，如果我们靠得太近，可能就暴露了。然后当时他往城里面驶去的时候，我们就通知就是超限检查站的工作人员对他的车辆进行检查。起步，起步，小车排号证检查一下啊。好了好了，对，我是指定的工作人员了吗？好了好了。然而警方在检查站对陈某的车辆进行检查时，发现他的车内没有任何毒品的踪迹。也不敢检查得很细，因为我们推测应该是接到毒品了，如果检查得太细，万一他这一次只是来探路没有接到毒品，可能就会暴露了，所以只能是表面上看一下。因为按照我们的逻辑，33包毒品是很大的 一包东西，就是只要他交易了都不需要怎么仔细的看，就打开车就能够看到了。当时我也震惊也迷惑，他没交易啊，还是我们的获取的情报线索有误。随后陈某驾车一路返回景洪的酒店中，当天晚上陈某的同伙郑某和女朋友都没有离开过酒店房间，于是警方只能继续对嫌疑目标展开蹲守。然而第二天早上，民警却发现郑某和女朋友突然开始办理退房手续，准备离开景洪。我觉得可能还是当天晚上接到毒品了，只是数量少，因为它不是很明显，所以我们没检查到。头一晚上是陈某去接的毒品，他为了防止警察对他就是进行盯守，所以让郑某他们拉着毒品离开景洪。
个，先依法实施公安检查个。啊。我们将对你的车体啊、行李物品进行检查个。嗯。如有携带违禁物品，请主动上交。啊，如有替他人携带行李及物品，请主动声明。啊，我说了就听明白了吗？啊。2021年10月22日上午9点，警方在关平检查站将郑某驾驶的轿车截停，结果在其车内查出毒品1.9公斤。当时是最后毒品是在脚垫下面查出来的，我们当时想的是他们可能是藏在车体的哪个角落里面，所以主要对车体进行检查，结果查起查来都没有查到，最后是在脚垫下面查到了。我们都很疑问，他们竟然就是有这么大的胆子直接把毒品放在脚垫下面。据郑某交代，此次云南之行是为了帮助陈某运送毒品，为了掩人耳目，郑某哄骗其女朋友来云南旅游。就在郑某落网的同时，警方在景洪市对陈某也实施了抓捕。据陈某交代，其购买毒品的联系人确实为李三，而10月21日晚上和他交易的人叫祥某，交易的毒品为1.9公斤，并不是线索中提到的33包毒品。真实情况，当晚那33包毒品也打到了，但是是另外的下家，湖北下家，一些毒品那些人又并到另外一起案件上了，所以就没算到这起案子上。通过调查发现，祥某在李三的团伙中处于核心成员的地位，所有线下毒品交易都是由李三指派祥某完成。可以说，祥某的出现让李三的真实身份也开始慢慢浮现。我们一般打目标案件要打上也要打下，在就是确定他这个链条没有完全摸清楚，并且就是上线和下线没有就是一网打尽的情况下，哪怕我们知晓他的身份，也不会轻易的动手先抓他。经过警方持续盯控，李三等人的毒品犯罪活动开始由线下交易转移为线上邮寄运输，希望能以此来逃避公安机关的打击。2021年11月至2022年5月期间，昆明铁路公安局禁毒支队联合全国8个省市的公安机关，共收缴李三等人邮寄至当地的毒品80.23公斤，抓获犯罪嫌疑人36人，收缴毒资23.7万元。基本上抓了，因为我们发现他们邮寄的藏毒包裹以后都会到他的寄件目的地进行延伸打击，然后对拿起藏毒快递包裹的马仔啊，还让老板啊进行抓捕。面对警方不断的施压，李三等人的邮寄数量开始断崖式下降。迫于无奈的李三又开始联系买家进行线下交易，对他邮寄的快递包裹进行查毒的过程当中，发现越到后期邮寄的数量越少，就是最初的比如说10多公斤，到了后面几公斤，到了后面1-2公斤，越寄越少，就说明要么就是货源出问题，要么就是资金链出问题。2022年5月，警方发现李三又和一名叫郭某的男子联系线下交易，而交易地点很有可能还在运大公路。知道他到景洪了，只是他到了景洪以后去了什么地方，住在什么地方，当时我们就不明确，当时没有发现。不久，警方就通过监控信息发现了郭某的踪迹，只是此时郭某的身边多了一名叫栾某的男子，民警判断此人很有可能就是郭某涉毒犯罪的同伙。2022年5月29日上午8点，郭某独自驾车离开居住地。当民警认为他会前往运大公路时，郭某的车却向西井县方向行驶。相当于从景洪城出去到了嘎洒转盘那里，云大公路是一个方向，
然后西井县是一个方向，是两个不同的方向。29号他去西井县13公里处去了3次，所以当时我们推测他可能29号晚上就要交货，或者是30号凌晨就要交货。因为李三的交易地点一直以来基本上都是云大公路13公里处，但是郭某他们探路的方向是西井县13公里处，所以当时我们也一头雾水，是他们换了地方还是哪里出了问题啊，也当时也拿不清楚。于是警方决定当晚在西井县8公里处设置拦截点，郭某一旦完成交易就果断实施抓捕。2022年5月30日凌晨1点40分，郭某和栾某二人果然驾车离开居住地，然而他们的行为将再一次出乎警方的预料。当时我们推测他们应该是去西井县方向13公里处接起毒品，但是到了嘎萨转盘的时候，他突然不往西井县方向去，而是往云大公路方向去了，所以当时我们也懵了。我们的警力部署全部在西井县上，但是他们突然又往13公里出去，当时觉得他们反侦查意识太强了，故意的这个。面对突如其来的变故，警方立即重新部署，首先在嫌疑人返程的必经之路上做好拦截的准备，同时另一组民警继续对郭某和栾某二人进行跟踪。5时分，郭某和栾某驾车进入警方布控的检查站内，当民警示意其停车时，二人先是假意放缓车速，随后突然提速闯过检查站。走！但是因为之前我们的警力都是在西井县，还没来得及充分的准备，因为当时我们还把旁边的锥筒就是放到了车道的前面，就是当时其实也考虑到怕他们重考。警方立即对两名嫌疑人展开追踪，结果只在景洪市某小区附近找到两名嫌疑人遗弃的车辆。然后我们的一个老民警侦查经验也比较丰富，他当时判断也好，像这种情况嫌疑人很可能就会扔毒品，他就顺着他们重卡行驶的路线然后一路的走。东西在路上，路边上我找到了。果然就是在路边发现了一个黑色双肩包，然后从黑色双肩包里面就是发现了3包毒品，2.9公斤多。别动，不动，走，别整我，没事，我上楼干啥去？你说。2022年7月2日，经过警方摸排，最终在河北和黑龙江两地将嫌疑人郭某和栾某抓获。通过指纹和生物检材比对，证明装有2.9公斤毒品的黑色双肩包，确实为郭某和栾某丢弃的物品。郭某交代，毒品是他跟李三联系购买的，李三安排祥某驾驶摩托车将毒品交给他的。就是之前抓陈某的时候只知道是祥某，对他的落脚点通联方式这些还不掌握，因为抓住郭某之后就是对祥某的身份信息家庭住址这些基本上都清晰了。2022年7月28日，警方在云南省勐海县将嫌疑人祥某抓获。据祥某供述，李三的真实姓名为李某喜，是该涉毒团伙中的组织策划者。2022年8月20日，警方在云南省勐孜市将嫌疑人李某喜抓获。至此，一条由边境地区延伸至国内的贩毒网络被警方彻底摧毁。此案警方共抓获犯罪嫌疑人56名，缴获毒品104公斤，收缴毒资34.75万元。
我觉得禁毒工作本来就是一个主动发现的工作，既然发现了就不能放过，就要对整个犯罪团伙网络进行打击了。像李三这个案子，既然发现了，我们不能仅仅只是对李三运输的毒品进行打击了，我们要对整个链条进行打击了，然后从组织策划者到核心成员到下面的分销人员都进行打击了，只有这样才能减少毒品对整个社会的危害。